各位上帝师，睇神奇新论天才，数不能讲到七十一，论文啊有五分，七是引言分，七一另一分啊都已经讲太，上回就讲到另一分，现在要讲第三嘛，解释分。解释分开始啊，将系真正讲到论文的啊主要的脱离。前面另一分只是把错论的太广啊提出来了，解释分就顺着前面另一分所建立的脱离啊做一详细的解释。所以一个分团呢、啊、就第一从解释分开始就讲分两团，第一就解前释后，第二剖略真解。论文一说另一分，次说解释分，两句啊就是解前释后，一说另一分啊就是总结前文，结前，啊，你们前面已经把那个逆中建立起来了，啊，虽然逆中已经简单了的，但是这个内涵的脱离仔细，还蛮有详细加以解释，所以接下来就要解释一个另一分行所建立的啊，个广中的脱离，所以此说解释分。次就是另一分以后的第一团，啊，也就是周顺序排的，就是第三分，啊，而来讲那个解释分，也就是以后，神以后文，啊，讲前面呢已经把另一分讲出来了，啊，现在讲下去，而讲解释分，啊，解释就是顺着前面另一分所建立的意义啊，来做。啊，分摊详细解释，啊，解前释后之后，第二就是剖略真解，剖析出解释分的状目，然后将来列出自己面相，做一些详细解释。所以剖略真解有两摊，第一剖略，第二。真解剖略就剖析出解释分内容分作三段，列出了三段的面目。所以论文讲解释分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显示真意，二者对此狭窄，三者分别发起脱相，也就是剖析列出，解释分所有讲的脱离的主要点，就是这三方面，所以论文开始讲解释分有三种。那现在那个解释分解释前面另一个脱离呀，我分到三段来讲，所以有三种。云何为三？去加正文，然后解释。共样办三种，现在三种呢下面就列出了三种解团的面目。一种显示真意，第一种就是真要显示出显明知识啊，显明知识出两个另一分所建立的啊，一种法一种一个脱离啊，做真意的解释，真意真靠的意义，另一分行所建立的法义啊，现在哈佛佛所说的太深高理做正确的解释，明白这个意义，所以是显示真意。真意已经解释清楚了，明白第一个马上按照太深佛法，太深佛法的用意在那边，这个内涵是什么？那已经一直详细分明以后，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是对于正法
有冇唔准确嘅了解，或者凡夫医生所有嘅症状，我拿来予以消除，所以听医团呢，对此下治，对此，对是相对，此啊，此理啊，讲众生一个有错误嘅见解啊，不应该有个症状啊，下。下扎不正，不正确的执着啊，一下中的下执，而拿来特意对此消除它，对此经常有偏啊，而用药来治疗啊，也就是用法药啊治疗众生下执的偏。下执属于哪一类呢？后文中所讲的就种不出了，我法逆执。众生嘅我执、法执，皆系唔准确嘅执错，嗰种执错为增长邪见，对于生死会增长一个啊苦恼，所以必定是要对此啊，众人了解真意，家庭执错唔对此，得损失嘅佛法嘅利益唔多，所以天要对此下执啊。第三嘛。分别法起脱相，分别啊，就是分门别类详细解释。解释什么呢？开发起相与无上菩提脱盖相场。两个意思就是讲，你真理已明了，啊，执着也已经对治了，那就应当要按照起相无上菩提盖。啊，菩萨托啊，能努力迈进啊，因为无上菩提就是究竟佛果啊，是发心起相跟目的，目标就出来为学佛，究竟目标就是求证无上菩提，简单讲就是求成佛。那么必定要团烦恼了生死以后，这样能够成就佛果，他俩必定要修行。所以第三章呢，就说明一样办修，样办用功，这样能够趋向到无上菩提。所以想说啊，发心趋向无上菩提的方法啊，一个相传啊，以及呢，并那个修行的过程，拿来详细给说明。意思就是讲，学佛啊，我有改有行。我改行并进，我以改脱行，显示真意，对此下执，也就是对改已经有正确的啊成就了。那么然后改了以后啊，我认真一修行，这样能够啊得到真实的佛法的利益。所以其次就是讲到讲，你必定要依法修行，所以分别法起脱相。就是说明修行的真理啊，那个真理已经了解了啊，又对此那个妄执也消除了啊，正确去修行无上菩提的修法，这样能够按照佛所说的法吧，一切达到究竟佛法的目的啊。马明菩萨根据一百部的《胎生经》，初六两部两个论文。所以文思莫多啊，内容含义非常丰富，可以讲啊，就是包含一百部胎生高典的真义啊，彻底不行。所以必须要详细加以研究啊，这样能够明白。前面是表列，表示列出解释分有的三章啊，显示真义为第一，对此下执为第二。分别法起脱相为第三，现在就是按照了三章的啊顺序啊来做一些详细解释，所以下面听一段真解、正确解释也给三段的意义啊。那么表列真解，真解就是按照论文的三章啊分为三段，所以真解分三段呢、啊，第一就是显示真意。第一就是对此下执，第三就是分别法起脱相，
两部论文的组织的激情严密，组织法非常有顺序，一点也不会马虎，所以一张讲才张一张。现在对于现实争议哈，最详细的解释，这个现实争议从开头到结束有详细的说明，所以现实争议就第一段，所以真解下面三段呢，第一就是现实争议，生产论文原本的三段，第一就是现实争议。而现实争议的内容呢，文是清楚，现在按照这个论文的顺序来解释呢，有一份三段，这个三段是解释给人，就是讲说给人呢，拿了分段解释，就是第一总票你们啊，第二张角色你们，总票啊，总一票是，就是第二个现实争议内容所讲的道理，以刑法分两种门来解释，就是刑侦一门与刑审二门。所以先总票你们，总一票是现实争议的道理啊，分两门来做说明。所以论文讲现实争议在一一刑法有二种门，任何为二，一则刑侦二门，二则刑审二门，是二种门啊，解各总约一切法。是二任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另一套论文就是总票二门，前总一票是从现实争议中啊，将把前面另一份所建立起来的一刑法，一个刑的刑法，分作两门来解释，门就是类，分作两方面两类的道理啊，来做说明啊。所以论文讲，现实争议者以一刑法有二种门。刚才所讲的，这是分第一段现实争议。现实争议的脱离暂时从一次啊，讲的还是依照我前面讲啊，法就是众生的当下一念心啊，就是说人发展为众生心，讲把前面的众生心说明讲第二一心法分作两种门类啊，来做解释。众生心包含很多，现在要真望两门啊，来分别解释，任何为你哪两种呢？啊，有两种门是哪两种？啊，这是真门，下面就列出了两门来，一则心真一门，二则心神灭门，这是从一心法分二种门，所以每一门啊都带着心思，先是一心中。分两门来做解释啊，两部论显示胎生佛法的真因，也以众生心来说明啊，那众生的当下一念心的心体来做说明，所以求在一心法方啊，既能含压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啊，世间出世间一切法不出一念心啊，所以讲以一心法嘛来建立一切法啊，有一心坚定一切法，那第二一心就可以分两门来做说明，就是真一门与什么门啊，所以一心法分一种门，第一心真一门，第二心什么门。做么个东西把心法分作两门解释呢？也是要真望两方面来说，参考那个凡夫心嘛，人人就真心离地的真意，真意就是真心，真心离地所谓痴心情向心，平常讲的佛心，一切众生皆有佛心，真意们啊参在众生本有的佛心的情向心体来做说明，所以也是要真方面讲啊。听一种的心神面目呢，要众生的妄心，妄心的什么就是
我来也是八次啊，提拔我来也是三两遍，有时引起众神的妄心，一个妄心有其体的意思，能够分别种种法啊。那么你在这个妄事当中啊，有神有没啊，心法的妄有什么，真无什么，妄有什么，所以要这个希望法的神门们来做解释，也是听一类，所以把众神的一心分作心真与心什么，分了两类啊来做说明，后面文字上有详细解释。怎么看分了两门呢？是一种门，讲了心真与门老心神门门的两类流行的法门啊，其各各都能重压一切法，解各重压一切法，压含压包含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心真与门也包含一切法啊，重压一切法，心神门也重压一切法，也包含一切法啊，这两门各各都有包含一切法啊。所以说十二种门啊，这个重要一切法，一切法嘛就包含十法界，上至诸佛法界，乃至十一种生长该法界，下至六凡法界啊，连十法界一切法统统都含入在内啊。心真一门也起了起就十法界，心神灭门也起就十法界，所以因此之故呢，讲了两种门。各个都能总含入一切的万法啊，各含入老前面的一心含一切法，含一切法意思啊就没重要了。前面的一部分只讲两个心能包含一切法，只要心持守，只是一心法包含一切法，现在在一心法当中分真妄，整个真一门也包含一切法，妄的神灭门也包含一切法，两门真一神灭两门各个能够包含一切法呢？此逆云何？此真一神灭两门都能包含一切法的个意义从哪边？没个原因讲，既能各个包含一切法，下面一句话来做解释讲，以是逆门啊，不相离故。真义门不离神门，门神门门不离真义门，真义神门两门啊，根本不能分开啊，其彼此互相含入啊，所以要真义门俩方面来讲，就从众生心的本心不生不灭的意义，也不是法体。要众生的本心、啊、就是真心离体痴心倾向心的佛心，一个真心离体本来就不生不灭、真心离体本来不生不灭，所以拿来建立真义门，要真义门来说众生的真心离体、本来不生不灭的道理，要单要体论，要心体论啊，什么门呢？是要众生的流转反灭，生死轮转，修行人要回转原本的真心离体反灭，要流转反灭的脱离啊，建立一个心神灭门啊，你完全参在众生心方讲，我分清楚哈，也不是只究竟神佛的果德讲，是用我们凡夫六托众生的心来讲，凡夫六托众生的心体真心理体人人本起，所以涅槃经法华经都讲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啊，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心，你也该佛心心体是不生不灭，真心理体本来不生不灭啊，你也请求拿钱的比方来讲，你也将太虚空，拿太虚空的比方，太虚空数穷万变不生不灭，真心离体倾向太虚空，
所以讲心胞太虚量就啥嘅？要记得啊，个真心理的本来不生灭，个脱离来建立这个真义门来说明。众生虽然有真心，可是以前在本来个无明烦恼所杂蔽，因为有无明烦恼，细佛佛就是烦恼，从而人喺流转六道，在三界中啊轮转三世，初三日升天做人，初二日天有归宿，所以在这个三界六道中轮转不息，属于流转门。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的众生本有真心，晓得回光返照，如果你晓得修行，就能够回转本有的倾向真心，能证到本有的倾向真心。明白这个道理啊，修行障人他什么的，你的本有真心啊，修行障人就神佛，家庭也模糊心，众人修也不会神。比如说故事磨玻璃的浆呢，用铜啊，用铜板去挪来做浆呢，铜会发光，所以铜拿来挪啊会成浆，因为它本有钢体，只是上面一层跟蜡上跟铜浆而挪它钢浆会现出来啊。家庭你是转的来挪嘛，样板挪都不会发生钢浆，因为转的无钢啊，转的完全是泥做的腐朽成的，无论你挪到样板钢吗，这天不会发钢啊，人人自无的钢的体质，所以众生心啊前向的一面铜浆啊。现在讲什么门教人以后修行的方法，就像挪浆的，因为我们本每个人都有这个铜浆，所以挪浆会神高明啊，显示众生有佛心，修行障人就神佛。那么应当二地这两种门啊，真义与神灭彼此互相含养，所以讲啊，你是一种门解决众养一切法啊，因为这两门不相杀离的缘故。那么你们不相杀离呢，真义门中虽然养一切法，但是以真义为本，要真义的倾向的真心来说明，所以只讲这个体，讲真心离体，不讲现象，不讲用啊，所以只要真心离体的体来说明。而什么门呢？什么门也不离真心，也不离真义门。要么呢，什么几次讲模式体，什么法模式体，模式体也要以真义为体，所以体相用三太行啊，体就是指真心离体啊。而你那个神秘的现象呢，就是可以看作从真心显现出来的念相的作用啊，替无明念法所选，替就成为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的念用念法的作用，替那个真义相法所选，真义选无明，这就能够修行，能断恶修善，又是真义那个本有的相体，就能够成就出世间的修行的果果。两个道理啊，在后面的论文上都有一一详细做说明，所以应当而先了解个两门彼此互相含养，彼此互不相离啊。让这个真心离体的心体讲，心相不相离，相是什么啊？心体不离现象，所以心相本不相离啊。但是呢，要心体的当体，心体无相，真心离体的心体就本来无现象，心体无相是单要体刚啊。什么有相有用，所以体相用三态，就是体要真心离体，用要给念相的作用啊来做说明。那就是先总票你们给文字上啊太低的内容，但
错掉不要还不会真正了解，因为详细解释错后文，所以下面就分别解释。所以听一堂的各是你们啊，就这个十天观顺序排下来，现在这个字课呀，从第四下第一显示真义分三段，第一段是众口你们，就是李哈刚才的文字，下面就是讲四下第一段各是你们各别解释，下面这个真义门到神明门两种的道理。各是你们就顺了两门啊，分作两段就是第一是行真义门，第二就是行神明门。这个问题组织得非常条法清顺序既然分作两章来说明，就先讲行真义门，众神行的真义本身当体从两位向神讲真义门提纲清楚以后然后要讲这个神明门，讲众神神事的现象。所以行真义门分两段，第一是行真义相，先解释行真义的现象就是行真义门当中对行真义的内容及所有的现象的实际情况先拿来做说明，然后将解释这个胎生体，所以才提示是要好即是胎生体你们是哈两团哈，第一就是是行真义相，李行就先解释这个是行真义相，从第是需要的地方就听一段是一个胎身体，即是胎身体，因为要讲胎身当体就是众神心一个脱离后面胎身体行就一一分别现在先讲是行真义相分两段第一呢真见现法体真见现法体然后听一段呢名随顺物业随顺物业就在第十三家方第一先真见现法体先说明，然后说明随顺物业的方式，见呢见识见识见现解释一个真义的法体，真义的法一个当体实际的意义所以说明一个道理，不是真见现法体，见本来就是现，因为这个批判后面的民水顺物业本是中央五杂四政策，所以不是真见现法体，而简单就真现法体就可以做的，非常真见法体也可以做的，但是批判下面这一口本是五杂四省对，所以不是真见现法体。见现法体的脱离行又分两团，第一假言见法，第一现法理念先说明假这个理念文字来显示这个法体的脱离，见就是现假这个理念文字来显示这个行真义的法体的脱离，所以不是假言见法，这个文字有差不多的四行所以论文讲行真义者即是一法界胎种相法门体，所谓行心不生不灭，一切诸法无以妄念而有差别，要离行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念所相，离名思相，离心眼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义。这一段论文就假言现法，假语言文字来显示法性的道理。心真义者，表示另一门该重讲假设错一次。咁嘛，按照行真义呢，行个当地个整个方面个道理，就是真心立体。呀，个内涵系乜个呢？
就是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也九杂师哈，一杂师一杂师的因缘，现是形体的包含。就是，你讲头发讲秋黑了，啊，下次讲就是，哎，人头发就讲秋黑，心真意杂，黑嘛个呢？秋黑一法界的太宗相法门体，一法界太宗相法门，该就是真意的本体，啊，而你啊，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一杂事一杂事显示几个内涵。第一个叫意思哈，你看到的叫思啊，老子一三四个书目是开头第一个意，中央，他两个意哈，不是普通一般书目式的意，不是一二三四个意，两个意呢、啊，就是啊上边为意，一个道理啊，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心真意杂。其实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我解释这个真义门哈，心真义就是讲真心离体，真义量则是后文有解释啊。那、这个心真义现在我要先明白讲的啊，就是我人人本有个真心。大家必定要注意到哈，两位。没讲人事，没讲别位，讲在自家心上。也就讲啊，连众生，你大家是众生么？都是众生啊，大家都还蛮有幸福，都在六道的范围内啊。既然啊，人大家都还是众生，俩论文所讲的正是俺人的心。过去一向佛理佛陀强认识自家的妄想心，唔敌自家的真心上道圆满。现在那个论文上就说明讲，你应当爱敌啊，人人有俩人样真心，那个真心离体三道两般呢？下面几条同你详细说明，俩所说明个真心唔系讲骗人，俺们大家都有，人人有份啊，看大家有心嘛，你有心重要，人人都重要有那个真心离体，有妄心就有真心。没有一个人说但有妄心没真心的，也没有一个人说但有真心没妄心的，除了神佛啊，有真心没妄心除了神秋佛告忙，神佛以前真妄都有啊。那么因此只顾你会解释真心的道理啊，真刚才俺们众生现在啊，人人本起就该真心离体，以前不得真心三道两般，现在的论文上就啊为俺们大家做详细的解释，所以让把那心真意呢，就是你的真心上头，让把用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九杂师先来总说明，即是秋黑讲两个真心离体啊，心真意秋黑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一法界的一。唔系数目是一二三四个一，两个一呐、啊，显示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心，一心就是两个心的当体，心的当体包含无穷无尽啊，唔系有对胎的，切胎的，完全无对胎，两个一就是种子真心所包含，所以中文哈。三宗祖师有一句话讲：“识得一，万事别。”你是能够认识两个真心离体的一，两个一，你是能够认识，能够两会，万事别，你当下就开悟了啊！可是两个一，你绝对不要拿来看作数目字，你就是指真心的全体，指两个真心的全体。真心全体的业就是所谓业心啊，那个业心全体就是法界，所以按照业法界法者鬼此呢啊，鬼神物界应此此心，法法都有两个功用啊，
一个法嘛，包含十法界的法，上至究竟佛果，下至三界六道的苦恼众生。一个法千差万别，有凡夫法，有圣人法，有因法，有将法，有有了法，有无了法，有有为法，有无为法。所以念的法师包含无穷无尽，他念一切法都不出来营养心，就在念当下营养真心当地方就起足了一切法。法要么有解呢，一一法有几个解恨法不离心，他一一法各有解恨。拿真波来讲，比当猜出各位每一个人的各个胎空间上占有一个方位时间上有一段时间，几十年几百年所以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界限万物也是中央，一切物太少内外各个有一个界限但福不相逢，都能神奇各人的压力说法的没有用。所以这个一法界三藏十年纪来讲，就是法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这个真就是真心离体，讲真心离体包含一切法，法法界限清楚，但福不相逢，福不相爱两位是一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参在法严经的讲法，按照一真法界，在法法界就会是诸法实相所以两个一就是法法经所讲的唯有一身法的一，用胎生的理来显示显示这个真心离体，所以这个一就是唯有一身法的一他这个一身法还要对这个无二一无三讲，现在的这个一是总包含不是有二三所以按照一身法界，这一既然按照一身法界的法界体就是真心，跟原本有很多太宗相反问题呢，真经说明这个内涵，太上变为逆从来就会呢不会有所变迁，万古上行真心离体，我们大家从有做众神到现在有是神以来无次将来一向年年都有两个真心离体，而两个真心嘛，只为光态，要空间往边是方，要时间数穷三际，所以按照态，而两个态哈，唔系对少人态，态以无爱内外嘅爱，两个态包含一切无。这个不是说胎在外面那个有小胎的当体就是总包含一切是切胎所以不是胎，胎的意义显示真心离体数穷往边的脱离，所以是其永久性的不会有所变迁的，不是上变就是无论时间空间都是久变，从来就是呢，可是我们众生本来的凡夫妄想心五蕴所杂逼，这个太的周边的脱离这个没有用，我们得不到现不出来，他这个心本其中本来就有只要你认真修行烦恼出去了，这个太的作用你就完全会表现出来，众对撇讲其中包含那个真心离地包含四处世间一切万法，无法不包无法不含，按照中比方讲话世间人做事业一个公司行一个总务，个总务就是中包含内度一切事物，所以为着中，现在两家总是指真心离地无法不包无法不含为着中，相是从现在各种的现象界的万物统统都从了真心方
显现出来的身用，各种的属性的没有用。虽然是无明眼法所显示，但佢离唔开真心，离开真心佢就无咧个作用和显现。所以这个各种现象也不离真心，就在当体当下起作。所以《楞严经》讲啊，法法皆义，都是本体的形体啊。所以不是一个现象界当体不离的个根本，就是真心离体。法门呢、两者是说明讲，你如果是修好佛法，必定而趋向真心离体求真法性，两个门路才能够同道究竟果果。就是你必定而显现是本有的真心啊。所以楞严经讲，以不生灭为本修因，然后延伸个体修真。一不生本灭的离体就是真心，显现是自家有真心，显现是自家有佛心，有佛心修行才能够成佛啊。而你比方讲话，你俩一个国家的国民，俩个是错错两位，那俩国家上所有各种的义务啊、使用啊，你这样能够得到。你不想认识自己的真心，在妄心上计较，得释放不到，都会走错路。所以你要想认识真心离体，从此开发的修行的门路，门站能同意，由此能够从这个世间的善法同到出世间善法，乃至究竟佛果的无上菩提的妙法。所以这个法门说明说，你修行而依这个真心，离开这个真心，无可能修行成佛。所以而且认识自己本有的真心离体，体呀、就是指真心的当体，真心的当体。这个当体就是说妄心嘛，无实体啊，而真心占有实体，乃能所有需要认识的呢，求真的呢，就是这个真心离体。所以不是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界也穷次，行也穷次，都不离了这样真心离体。假定你不想认识自己的真心，修行在真实受用不到，不能在究竟果果。假定你不以真心去修行，不能成就回转原本的真心离体的境界。所以不是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一法界太宗相先说明界的道理，而先了解这个道理。法门说明行的方式，你要走这个界，走这个行，然后才能够察真本体。所以不是一法界太宗相法门体，也是总说明真心离体本来不生不灭。因此他们叫他一种所谓心性啊，不生不灭。所谓指他文来解释上文，上面所讲的真心离体太宗相法门体，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众生本有的真心。众生本有的真心啊，这个本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真心离体的体心本来就不生。既然不生，那里有灭呢？各位，你曾看过虚空灭体吗？念祖所看到的太虚空，你看过虚空生吗？你看过虚空灭吗？世间有为诸法当中所显示出来的无为，也个虚空上下无生灭，何况众生本有个真心离体，哪里有生灭呢？所以一切都是从来就是不生不灭，真心离体从来就是不生不灭啊。有了我们这个精神是神以来，修法讲灵魂无量劫来到现在，一向就会安的本来不生不灭啊。下面接下一个，一切诸法无以妄念已有差别，要离心念，这无一切境界之相。对啊，应当啊，前面有个疑问，说既然不生不灭，不过我看到现在一切法，
人人要什么啦？那你现在人做看到的做法不是要什么嘛？人进步几十年做到上百年百亿人也会有什么啦？成了以后一段时间会什么所谓盘团神事要神要什么？万物万物人要神出意什么啦？房屋建筑多没看看神几十年下来就变旧屋啊，你到天灾就会报废，会失去作用啊！万物有神出意吗？世界有神出外功，就是地球安泰，宇宙万有也有神吗？因为神了以后，本人提出过一段时间搞坏家，坏了以后变成虚空嘛，搿都没了。神出外功，神出外功，一波个地球从无量劫来一向。就是按来神出外功，神出外功并没停止啊。那么世界的宇宙万有有神出外功，宇宙中的一切万物每一样东西都有神出意吗？啊，无论太小样样世界都有神出意吗？真波的眼神一定有神落样式，神了以后慢慢状态了会落，落了以后啊，免不了重生之事有变，最后会死亡。所以人有神道变事啊，万物有神出意咩？宇宙有神出坏空，都有变灭啦。可是你应当而已，一下个变灭嘅情况，神出意咩种种嘅神咩嘅情况哈，唔会进行，进行唔会。人民嘅人认为有啲啊，万法嘅神咩呢？认为啊，一切诸法嘛。会以妄念而有差别，妄念众生的妄心就是下面的心在面门，因为你有妄心跟念头就是有几个个体六意识以体八识为本啊，那个妄念嘛有神有灭，众生的妄心神意跟念头有神有灭，有差别相千差万别，所以因此将会形成世界的神出坏空，万物的神出意咩？人生的神落样式，因为啊都是从妄念升起，如果系冇呢个妄心嘅作用，就冇呢类嘅事情，就唔会有呢个神出意咩嘅情况。啊，神出意咩？神出坏空，神落样式，完全是妄，从妄心中显现嘅，真心离地冇呢一套，真心离地本来微微不通，不生不灭，冇呢种神咩法啊？家庭众生去把这个妄心拿来改转来转世神智啊，那变成真心的作用呢，就是真理全无明，无明受主呢就完全成为真理的本体的没有用，想要你去离开心念，连一切境界的现象都不可得啊，你去无心念，一切境界的现象都不可得，无力的妄心的念头就无力的神出意咩，神出坏空，神落相是跟一切的妄想，连一切境界上都不可得，都没实体，你们就是妄法啊！但是梦里明明有六气，就是你在妄想的反复的梦中啊，现出了各种现象，谁要你能离开心念哈，就无力种现象，莫讲话等到妄心消除以后完全显现真心模样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的妄心，这个妄想心是无彩几个啊改当作用的所在，妄心是无事作用啊，你的所需要的法也不能显现啊，所以现在有一句话讲，心不彩人事已不见，听而不闻，失而不敌其面，也是呢自己妄心呢，还蛮是真心，因为其还没分辨那个真妄，那实际上呢都是指众生的妄心讲，你众人那个妄想心体六意识，你的心无所改变，你无想改变，你众人看啊，但你也没看到，啊，心态的东西从你面前上，因为你都无心去看啊。视而不见，视就是看，你众人看也没看到啊，听而不闻，心态的想
啊，比如我现在讲寒花天太嘅上，佢挨到唔喺一堂嘅花，佢唔喺一讲本挨堂嘅，挨冇事要堂嘅。众人上天太天意不闻，挨冇堂多，众人堂多上唔得一讲嘛嘅，是天意不闻，就是因是失也不得其命，你心不猜言哦，失也不得其命。从前呐、啊，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来子当担子，哦，想到过头。希望家来子将来成功，所以请他们家来子认真读书啊、嗯。那么将来人生意呢？你什么什么生意呢？当然就调皮，会搞啊。那么给读书嘛，因为穷钱跟人呢都是对父母非常敬重，一点也不敢不敬。所以也为他们给读书，给当然就认真读书。可是你还是要调寒，调理去搞去了。那么也不看某案发，也没不看有事情比较某恩情读书，但也不看父亲有一点没有神没有啊，而神没有还还某人说的呗啊。那么家爸就还没有讲干爱情爱读书啊，是该啊，也父亲该跟神没有好读，跟神没有好读书啊，就比较恩情。哎呀，个生意呢像个机会多了，跟来神没有好读书问题就解决了。哦，我投了我就有机会啊！咁我投了，你之后睇咩本本家把看到我冇错嘅读书，我做小李啊，一生人系真聪明。其实我之后出去了哈，佢把个神像拿嚟掉下来，个神像收嘅作嘅，神像掉下来，将我自己坐位向，就算好佢坐结果啊，将佢带嘅摸嘅本嘅神带，本神像带，个神像带人嘅摸啊，说话惊惊咩嗬？给家不看人人看到看到讲是错到这个读书，哎，看到该摸的就因为讲是家来做个读书，实际上是神像所能做个位，家来做都就出去了嘞，唔知就去哪搞，啊，等到暗来摸的带起来一个神像又蹦上去啊嘞，多年了都会暗嘞。那么实际上几种摸读书都做出去了，有一年啦、啊，哎，家爸都都哈喊，我看我人人健康个，嘿哟。啊，认真哦，冇会带金金哦，就咁样认真读书哦，见唔到我嘅喺神像读书，哎，健康，哎，按多点钟都冇停同班下吧，乜都冇衰哦，哎，行程一看那个，哎，你很忙啊，冇烟啊，冇打过来看我，哎呦，原来是神像未做好的时候，咁样带人摸呀，我啊，呀，这坏东西啊，冇读书的，冇有见人感神通啊，按不见。哦，你啊吹过，佮等到暗来转来，哎，家爸就问你讲，你做咩？有读书吗？有啊，俺都做个读书，哪读书？嗯，你这边哪条？俺那问冇读书呢？你都那个神像帮俺伢个坐不向，你哪有读书？哦哦，你讲，嗯，边咩事撩出来咧？冇法好讲，何家爸清闲。拿了奖牌了，个是医生，这个来日作多好用，索个拖个书的行处用马鞭轻打，打到也喊不敢，一身都浪，这就是偏肉痛啦，唔会伤害到骨折啦哈。他打到也喊不敢的哈，每日讲干喊一百，你喊不敢安尼做么？个神像你那里崩下来哈，按摩规矩，跟你个吹过去太唔掂么？啊，你以后遐安尼来做大事本呢？本家把通大一拜哈，头拜生人来听讲大哦，人怕粗鲁鬼怕法，哎，大一拜都去讲了，非常讲，啊，再也唔敢把神像放下来读啊，哎，这个规规矩矩坐到头边去读，以前也唔敢戴帽呀，帽放下来哈，人人家把看到就抵抗技术该读书啊呢，青年镇，青年镇读书啊，大病了哈，该好了个心已经本家把打下来。那么都五一节，五一节啦，家妹就像我讲啊，有些人按认真读书啊，就拿个集中啊，嗰个堂教拿去讲本月何时点心，就拿到佢读书嘅书桌上啊，书桌下是一个咩盘，咩盘咩水啊，啊都中嘅啊，堂教啊就放喺旁边吼，哎，跟等下读机啊，你要中嘅吓，将个堂教都何时一填啊。几座人认真读书，讲好啦好啦，根本冇做冇看，冇看见哪来嘅，抵抗有哪种嘅啦。但是佢冇注意嘅堂教，哎，等到吧，读机咧，上一段哪来说啊？我哪来说哈？佢种嘅那出到了
怎么就没看啊？沾嘛个呢？沾到个没水，沾到个雾没水，沾到就是是，总爱湿脱了，一再都雾雾了，没水也沾脱了，碰高旱灾啊！湿脱了根本唔滴呢，湿也不滴，根本就用心在读书啊，用心在读书，该总爱集中沾该很多雾没水，安尼湿有密码。现在说你第一天不讲我都进模式了嘛是不到。可是他一头读书一头讲了件事。没水也讲出来中也也是出来但是讲同高寒才。等他家没来啊我来书。可是说哎呀东西你要专用阿武。哈我专用阿武呢然后这一块哇你同水没问没水问他了。无没水问了是出来。啊中也问无没水。是的同高喊菜上到同高哦该上问到是用问啊该就是事宜不敌其密你还没可能玩笑事实呢事实有安利个事情啊啊不过呀不方便讲出来事实有安利个事情不过是七百十年前的事情呢该还蛮出事的一个事情呢他老兵人讲又是事实不过这个事情就是双倍黑啊有两种情况你可以跟他讲，失意不敌其门，有个事实。跟没水一天无天，啊，温度了是一样中也是特的，啊，可是几个精神就在突出，根本无心去想讲是点心，只是讲跟妈妈拿出来啊，顺给意思一弄，而是啊，就目睹目看就跟讲件事。但是最大的最大还是要提的讲，你都无天命啊，可是根本给唔敌，是到去了。亚总是一部的奇美哈，哎，我本人也有一个经验，啊，唔知我想太多话么？我民国四十年接十三年公司的主持，我二十五岁接主持，二十六岁拆台天建筑台天，到了冬夏，十二月个二十五六，一年假嘞，工人两三十个，年终六七十个。过年哈，台中有一发单钱，该比平常时冇钱本台中啊。过年才发一百单钱的呢。过年有一发单钱，按俺人工两三十个，一千多钱来用啊。当时感觉到千坎坷啊，千困难。将一出这个香港啊，天光早上啊，对那位女婿哦，那位女婿欠钱，就二十六早晨啊。人大半行我就行起来就准备等下天门广就下山雷去我雷去请钱啊这个厨房行啊就像我刚才因为我关键我下山啊就装一碗饭一碗菜拿我的作行啊我等下就两三十了是的就可以下去啊哦然后我就抵抗就装饭菜在那边啊我还是跟盘算过我的路头一样的行我用的对那位女士啊真完全是用心在想讲家就完全向前哦向前看你哦因为过年啊必须要用到的通太闹人。那么我坐到一个东西拿了个一翻拿了就是啦一碗菜蹦起来就进食进食就进上来条路。菜是特别让他说哎呦饭含菜。一碗菜一碗饭。那么该碗菜是特别我也不敌菜妹。我在地的菜跟我说哎呦跟我没办法了根本家完全忘记了还有那个教授跟香港啊电话对那条路里去怎样啊根本忘记了是个问题他不是要做我们的碰到一碗没看拿到我们更怕见识是这样菜碗是这样看到饭碗可是该碗饭不是也做我们的了拍饭也做个镜头啊人家要下山真正判事啊我二十五岁就经验过了尤其二十六岁拆台天跟我的辛苦受够了非常非常充足的苦劲我按你受过了呢所以我从前按你的事业不敌其名我真正有个经验过了实际有按你的情形所以心不猜人根本上这条境界完全都不可能所以你要说要你心念嘛这部一切境界之相你心是无罪该为远离你该心中该妄念
个一切境界的妄想完全不够的。因为你有心念就有境界啊，所以因此之故呢，现在你所看到的万法各种的差别相，这万法各种的差别相哈，统统都是因为你的妄想差别，都是你的妄念升起，家里没妄念，这一切都不可得。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念所相，离名思相，离心眼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义。也说明真义就是想到安那个样子。因此之故，是故叫你此。因为你有妄心障碍，有妄念的缘故，有妄念就有一切境界的缘故，所以一切法，一切法是指那个形体，真心离体的万法的本体啊。那个为万法本体的一切法，真心离体本来呀、啊，从本以来，离念所相。真意真心的本体哈，唔系用语言文字可以表达，所以为之不可逆啊。离开语言文字的啊个现象，语言文字不能表达，所以离念所相。而离名思相，真意本来无两个假名，真意的假名也不可得，并无两个假名的实体可得。所以也远离名思相，不是名记文身所能表现啊。那么这个真义也是一种假名，所以下面有所解释，宪法理念上有说明。所以才几个当地离名思相啊，离心眼相，眼是眼力啊，你那个妄想心是眼力的心观这个相，像真心离体的境界相出来不可得，因为它无形无相。真心离体本来平等，人人本来平等，没有变异，也不能叫破坏，唯有一心，所以成为真义。这个一心当地就是真义，一个法无光态啊，叫下面的宪法理念的脱离啊，等下次再补充，这么一个讲了为止。